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首先呢，我们今天收到的，抽到第一位是亿万区成功会邱光辉的飘飘的问奖。风霜飘撇的查甫仔，离开着酒干作伴，做着阮将快乐生活。那一挂心酸的目屎，当作一杯藏在心肝。卡苦，我也不愿哭出声，不惊现实。中的破磨，将我吓惊，我盼着一生的温暖伴。斗阵的你看头前金山加银山，老心要拼着爱心好打拼，为三顿为前途，为厝内的无惊。区海运会林丽萍，爱的苦酒。评审还有我们主持人，中午好，带来这一首爱的苦酒献给大家，谢谢。
匆匆走过人生的某个角落，让怀念代替忧愁，就算负心的你已不再回头。让时光冲淡所有青春的岁月，已经悄悄流走，付出的情感就像花落水流。啊唱这杯爱的苦酒，匆匆走过某个角落，让怀念代替忧愁，就算负心的你已不再回头。让时光冲淡所有青春的岁月，已经悄悄流走，付出的情感就像花落水流。啊啊啊！谁叫我，谁叫我，偏偏献上这杯爱的苦酒。春的岁月已经悄悄流走，付出的情感就像花落水流。啊啊啊！谁叫我，谁叫我，偏偏献上这杯爱的苦酒。好，三号一 five 区明凤会孙雨林哭穷的爱，评审老师，各位室友，大家好。
接下来四号，一万区中山会柯全泰曾卡来。那个评审老师还有各位与会贵宾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今天有嘉义来的、台南来的、高雄来的、屏东来的，所以如果唱到台南来的时阵，希望大家双手借我好不好？一起热闹一下，嗨一下。我看台湾足紧张，我嘛足紧张，好不好？来。咱就现今的苦底，看会到天地全拢体，亲像风台扫掉开的花，心是伫全部拢我的。我是砖卡来的，我是砖卡来的，砖卡来的，我是砖卡来的，我是砖卡来的，你到位来，我是砖卡来的，不怕输，为砖卡拼到市区，为遐来你跳外事，到这来我拼大肚。我是乡下来的，身上背贴标签，好几块的土地跟草出的项链相共哎。我白手起家开间大店，我在都市闯荡多年之后，红为海鲜。我亲亲戚都比你兄弟多，随便一个表哥都比你老公阔。只是过麦当劳，就不吃北菜肉。我公菜鸡呀呵，一起问你 shopping mall。为了买那说我口音太过独特，太有人情味。有天我工厂的产品也会过万，带着存款你的继续跟个饱和，这把火它会不断的继续烧，那就很紧的口袋，看到林北转龙体，亲像风台烧掉规家火，是不是伫全部拢我的？我是台南来的，我是台南来的，双手叫，我是台南来的。我是台南来的，你到位来的，恁即马听着这是阮的故事，真卡来的，因阿妈无啥物顾虑，高雄打拼做代志无啥咧考虑，咱要出来舞，去做真功夫，逐条路我都无啥物灵活，这是我的故乡，叫我的团体，就着无啥机会，日子平平啊过，但是咱要对这起行，咱要对这起飞，真卡来往对都市去，我要赚大钱，随开倒转去，不是阮人臭屁，阮无一口屁，出门定。来洗面，别甲你客气。阮来就真个出门两只脚咧拼，天咧有偌大，咱嘛管你改行，看你大都市，你别变只嘛要掠。我要大好厝，我要赛名车，咱就现金地裤底，看到林北全拢体，这就火台烧掉规个火，是毋是伫全部拢我的？我是台南来的，我是台南来的，嘿，我是台南来的。我是台南来的，你倒位来的？林北就住伫庄卡，咱的兄弟拢伫遮，都市的朋友少过，我就是庄卡来的。林北就住伫庄卡，咱的兄弟拢伫遮，都市的朋友少过，我就是庄卡来的。金地裤底，看到林北全拢体。亲像风台烧掉规家火，是毋是伫全部拢我？我是台南来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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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位来的。谢谢。
接下来五号 E5 区民凤会蔡慧如周中景。主持人、各位评审老师、各位嘉宾，大家好。我们一万区友联会庄玲华，九主持人，还有我们的各位总监，因为今天很多个总监来，还有我们曾鹏燕总监，
啊，各位那个评审员，还有我们各位的师姐、师兄、师嫂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们第七号 E5 区利多会许顺珠醉茫茫，议长、评审老师、主持人，
现场的嘉宾还有各师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举光会王金泰师友单身情歌。各位评审老师、议长，还有我们劳苦功高的集聚总监，各位师友，举光单身情歌献给大家。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，
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。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。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，想爱就别怕伤痛。找一个最爱的、深爱的、相爱的、敬爱的人来告别单身。一个薄情的、痴情的、绝情的、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。真的我独自唱情歌，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知道了爱情的苦。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。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，想爱就别怕伤痛。来告别单身，一个多情的、痴情的、绝情的、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。孤单的人那么多，快乐的没有几个。不要爱过了、错过了、留下了单身的我，独自唱情歌。单身情歌，谁与我来和？第九位一万区家女会师，那个苏玉慧师友，酒醉阿是低当，谢谢。麦克风都没关的、啊。主持人，我们的最帅的帅、那个裁判老师，下午好。那我是家女会的苏玉慧啊。我今天要带来一首比较特别的《酒醉也是得当》，但是首先呢，我要介绍我们月华总监，还有我们素娟主席、素娟主委，还有我们会长，然后带着我们家女的师友们、师姐们，我的教友团在哪边？
他们来，我其实变得我好紧张哎，但是我会全力以赴。好，谢谢。带来一首《酒醉也是得当》。听甲体地着袂搁停，听过心才会晓看破，目屎流干人才会勇敢，阮也有孤单来作伴，酒啉好醉着袂搁慢。想世界敢会无同，到底是酒醉也是得当，心肝的药人袂沉重，来一世人感情莫看遐重，咱一步一步人生路途好放轻松，短短一世人，悲欢故事讲袂完。咱一杯一杯饮好，呾饮好快活。酒饮好醉着袂搁忘，酒醒后世界敢会无同？到底是酒醉也是得当？心肝的药，人袂沉痛，听甲体地着袂搁痛，听过的心才会晓看破，目屎流干人才会勇敢，阮也有孤单来作伴，短短一世人感情莫看遐重，咱一步一步人生路途好放轻松，短短一世人，悲欢故事讲袂完。咱一杯一杯饮好，呾饮好快活。酒饮好醉着袂搁忘，酒醒后世界敢会无同？到底是酒醉也是得当？我的药人袂沉重，管他伊酒醉也是得当，做伊去药，做伊去麻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，我们欢迎第十号一兔区恒春会陈彦志、陈建志、陈建义，不好意思，金星一大情。主持人没有关系的，我叫陈建义。我比你来评审老师，各位师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
大情，肯定心肝。表面上更加一好看，阴暗线断几多段，已经找无到心来换。无代念，路无源头，心碎甲喊。我亲像海上孤帆，找无靠岸。靠阮的人，伤心的人，我感着注定孤单。用烧酒来作伴，甘愿醉生莫艰苦活。我们第十一号一万区友联会洪碧玲要为我们演唱友会，来我们友联的啦啦队。谢谢主持人、评审老师、各位领导师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
伴阮游走。心爱，当你听到这首歌，希望你会了解，我也是深深伫咧爱。当初伤你的心，我真后悔。希望有弥补你的机会，也希望咱有缘会当阁相会，让我阁再有机会叫你一声心爱。我不知要阁等偌久。这是咱的灵魂，予你伤心，予你怨恨，后悔是阮失去了你，失去了情，只剩烧酒，你也伴阮忧愁。谢谢我们光美主委要为我们来，等一下暂停一下哈，拍摄哈，因为那个刚才有讲到经费不足哈，啊，非常甘心，我的前总监都一起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首先那个欧正平，我们的亿万区前总监，感谢他的赞助款，那给泡泡泡姐，干嘛？啊，然后我们陈月华前总监他也是赞助我们，谢谢你。你的行李喜，所以晚会不能公布。然后我们的242，我们的当选总监跟彭英总监，感谢你的捐款，来掌声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第12号伊兔区恒春会陈明发师友爱情罗丹。爱情罗丹，对嘛哈？来，主持人，我们现场的领导室友，大家下午好。好。
最勇敢。爱情若是找有路单，我的心就袂这乱。每一暗亲像做梦，为你痴情迷恋，这段情遗憾，幸福路途遐尼遥远，无奈爱情的路难，无奈也着甘愿，无奈奈只有悲。为情为爱做戆人，无奈爱情的路难，无奈也着甘愿，无奈奈只有悲无怨。爱最戆人。谢谢。好，我们第十三位依范区忠孝会曾泽和向天借一位。主持人、主委、评审老师、议长、各位领导师友，大家好。向天借一位，
过，用的敢无够多？两人相爱，停在今世，无声落鬼暝，无奈心情空白话。我是你爱的其中一个，原来这是你无情的坦白，感情若像天听一话，感谢缘分无够多，也是我世界无公平，心内犹原欠一过，爱你失控饮无杯，以前假爱分你一个，原来这是你无情的痛。感情若像天欠一月，感谢缘分无够多，也是我世界无公平，心内犹原欠一过，爱你失控饮无杯。14号一十区海运会，吴瑞慈演唱《原因》。三位评审好，各位来宾下午好。这首演唱这首张秀清《原因》，谢谢。老师，我吸麦，谢谢。
15号一十日区举光会叶翔曹操。议长评审老师大家好，这个最后会做一个武器的演示啊，武功招式演示啊，在最后面。好，谢谢曹操。
接下来第十六位，一竹瑞区百合会黄子云师友演唱《一样的月光》。主持人，各位评审老师，各位师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
死一样的我恨你，一样的笑容，一样的泪水，一样的日子，一样的我恨你。接下来我们欢迎第十七位哈，一三区海洋会李东章，故事的真相。还有各位室友下午好。真相说明白，谁来为我把真相说明白？如果你愿有
来证明你的爱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欢迎第十八位一三区爱马仕会叶乃凤，半嘴半清澈。评审老师以及现场的师友，大家下午好。我感情就爱寸步留，每一暗总有人有泪嘛在流，也总有人将真心锁条条。人讲这世情就爱看苦头，一世人不好一直聊，每一暗总有人不甘过的情关头，亲像咱幸福也搁在风中飘摇。啊，心底半醉半清醒，自己做明了，听心事若到嘴口，又搁沾酒吞喉。啊，朋友当知阮是无聊，牛当笑笑不甘放。爱情是无痛嫌无够，想想又回头。就爱看雨头，一世人不好一直聊，每一暗总有人不甘过的情关头，亲像咱幸福也搁在风中飘摇。啊，心底半醉半清醒，自己做明了，听听情事若到嘴口，又搁沾酒吞喉。啊，朋友当知阮是无聊，牛郎笑笑不甘放。爱情是无痛嫌无够，受伤又过头。啊，心底半醉半清醒，自己做明了，听听情事若到嘴口，又搁沾酒吞喉。啊，朋友当知阮是无聊，牛当笑笑不甘放。爱情是无痛嫌无够，受伤又过头。无痛嫌无够，受伤又过头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第十九号一万区中正会周盛宏，感谢。那个议长还有主席还有各位总监评审老师各位师兄师姐你们好，我是中正狮子会周盛宏。然后人生一路走来呢，我们要感谢的人很多，所以说我今天带这一首歌是要感谢我们的父母，还有送给我辛苦那个
为人父母的朋友们，谢谢。苗慧、杨胜凯、卷珠帘。
沙，花间透过思量，沾染了墨色烫，千家文都泛黄，夜静迷窗纱微微亮。拂袖起舞于梦中妩媚，相思满上心扉，他眷恋梨花泪，镜花红妆等谁归，空留一人许许憔悴。啊，胭脂香味卷珠帘，是为谁？好，我们今天二十位参赛者哈已经演唱完毕，那我们拍摄哈，今黑刚去上白冰冰的节目啊，因为翻跟斗说要讲变白咖哈，不好意思，那非常开心。其实呢，在你们初赛的时候跟决赛有很大的变化哦，就是说，也许你初赛很高分，你不一定会在决赛很高分，为什么？因为决赛好多人杀出他的那个杀手锏出来，好，我看白老师一粒球，吼，一粒球，一粒，哎，各几粒很惊艳的，各几粒很惊艳。那张老师也是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们的造型都非常的用心，所以你们其实呢，我有两个给十分的，因为我觉得未来你们是要做公益，所以你们的服装上去的时候都要很夸张，干嘛做讨喜就特别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穿晚礼服就是哦，黑格吞党嘛，穿晚礼服。可是你那个服装的适合，那像那个创作的那个同学在哪里？唱自己歌的那一个走了是不是？哦，还在嘛？
哦，我想说这么年轻就走了啊、哦？还没。好，请坐哈、哦。他因为他唱的是他创作的歌，所以他的衣服还是符合他哦。然后那个男生男女对唱的那个请起立，哈、哦，你得哈、哦，查甫做 OK， 查甫做会摇娇的做可惜的，你也较摇的啦。你唔知啊，水的娇，歹的娇吗？无水无歹，爱乱娇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要那种感觉，请坐。那其实就是你们的服装会让评审有第一个印象。这个很重要哦。以前我们在学表演的时候，我们老师都跟我讲说，你的衣服就是平常时不能拿出来穿的。如果你今天你这个服装是平常看得到的，那就不算舞台服。那个金聪的那个大哥站起来一下，你看这有帅不？掌声鼓励一下，真的很用心，真的感觉又跟小虎哥很像。蔡小虎大哥就是都穿金的，然后所以其实你们在部分这个地方，这是服装上。第二个就是你们的选歌，因为我觉得你们的选歌有点可惜的，是你的声音很好，但是你都要唱一些很冷门的歌，冷门的歌就没有共鸣，你知道吗？连我都没听过，你想其他人哪有可能听过啦，这个是很可惜。你要唱到人家下面跟你朗朗上口，这样哦哦，嘴笑目笑，这样像议长那样听过那条就是成功的嘛。结果议长超级忙都没听过，所以他办卡拉 OK 歌唱比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要记得哦，你们的服装好、哦、跟你们的歌声这个要搭配。另外就是定 key 了。什么叫定 key？ 就是你看到今天衫足好看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 size 啊。什么叫 size？ 就是你的 key 高不高？像刚刚有一个很厉害讲，我要 C 麦，另外一个讲 F 麦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有专业啦。就是我起的 A 啊，要26号，还是32号，还是34号？你连个个号码拢唔知道，你敢那看到好看，你就想要穿，敢有哈？都不一定有哈啦，吼！所以其实这是个小小的建议。我觉得你们今天都已经非常好了，因为可以进入决赛，吼，表示我们三个人评的还不错了，哈。OK 啊，刚才那么给我们抗议，哈，啊，真的，掌声来一下。那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很佩服这些得奖的人，输的胜不骄，败不馁，因为其实我们评是很多元的。像我觉得我会以效果比较多为主，因为我本身是艺人嘛，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唱得很好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效果适合去当公益，这个人适合在什么地方出现，诶，你会觉得说啊，他唱了没我好听啊，谁让他怎么得奖，不是，是因为他的效果会比较好。有时候节目是需要效果的，不是帅或美就会得奖，不是这样子。那因为我不能讲太多，不然后面两位评审老师有没有就没有办法说了，所以我们留一些给他们两个讲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啊，我是希望讲久一点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我时间够，时间够。真的假的？但我们也要讲很久啊。你们又要讲很久。好了，开玩笑的了哈。好，下一位。好，谢谢我们梅老师，感谢您。接下来要邀请我们的白老师了，白国良老师，请上台，尽量讲久一点。因为工读生还没有来，等一下没有座位，没有人搬桌子，没有不能吃饭，所以拖一下哈。各位参赛者，大家午安大好。哦，啊，今天我要讲的吼，那个梅老师差不多讲了啊。哦，啊，那比赛吼，就是讲。第一就是讲吼，咱的声质嘛吼，啊声质要好，就是讲有时候碰些爱去训练，吼训练咱讲，咱的低音吼，咱的管音，安尼我头下听下先吼，有一寡参赛者可惜迄个管音吼，有阵时笑袂声够，肺活量吼较不足，吼啊但是肺活量不足的时候，当平常时啊，吼爱加减啊运动，吼。啊，咱来唱歌，唱歌最终吼的目的就是讲，唱歌的人会较少年，哦，啊，唱歌的人哦头壳会较清澈，因为你要把歌唱好吼，咱就需要去运动，啊，运动的时候增加我们的肺活量，哦，啊，咱的肺活量了好的时候，咱人会看得加身体加健康，看得加活少年的，哦，你看咱那个梅老师看起来呢，哦，差不多30几岁。好，啊，因为咱要去运动，哦，啊，偏偏来咧运动的人吼，啊，偏偏两个50岁人看起咧有咧运动，咱看到加我少年咧，吼，啊，人讲，哎，我咧看起来袂说30岁哦，吼，咱的信心就来啊，啊，你们起来这个舞台顶哦，你来要靠咱的自信，
你的主入主信了哈，就是你的较袂紧张。好，啊，要主信的，就是讲你这条歌嘛是要有熟，啊熟了啥？你看看人家有咧，遐艺人讲，哎，有一条歌唱拢唱几万遍的。啊，是啊，人家参赛者，然后一条歌，我二十几当中做裁判，哎，出来啊，就是一条底山，啊，十几当中伊嘛底山。啊！我去年刚才猜什么，伊嘛是底山底下，迄条歌我们讲伊唱几遍啦，哦，用唱几啊万遍，伊要调工啊唱唔对嘛无法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！即摆啊，因为咱来去运动咧，看我较少年嘛吼，啊较少年咧，什咱来感觉，哎、欸，哦，咱人俄罗讲，哎、欸，这人看起来较少年，咱优越感就来呀，好、哦，咱优越感就来什么，哦，啊，好、哦，等下我即摆今讲的时间上过。好、哦、啊，造型嘛，哈，因为唱歌咱的音色，哦，来比音色嘛，哈，啊，第二就是比咱的吉他，哦，啊，吉他来接唱，哦，啊，第三就是咱的台风嘛，哦，台风，你的音色啊，拢差不多，这两人的音色啊，差不多什，两看你的技巧，啊，你技巧什，差不多，哦，人爱看你的台风，啊，台风啊，差不多什来看你的造型，哦，啊，所以人讲哦，咧比赛是。有一点啊，讲较无公平，就是讲因为羽毛取人嘛吼，还是无啊多的吼。伊咱伫台顶就是爱比咱的外形嘛吼。哦，你看今仔啦，阮三个比赛今仔得第一名。哦，伊今仔迄个服装造型的拢有摕去啊。哦，啊，你音色两个音色差不多什，就看这个吉他啊，吉他差不多什，我就看你的造型。哦，啊，造型差不多什，就看你的台风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唱歌你有当时啊，定定啊，看人啊有比，人加比一下，加一分，啊，你定定你就输人一分去啊。好，啊，这以上了，吼，大家做参详，做些参考。哦，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白老师啊！哎，公仔真正是重点哦。我发现你真的动一下那个耍剑啊，不是剑，耍枪的那个，他之前一来就耍一次，结束的时候甩了很多次。我不晓得评审老师有没有给你加分啊？这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但是有动就有分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邀请我们的第三位评审老师张丰佑评审老师，我们就说讲评。唔免乖。今仔恁大家吼，家己拍一个扑克咧，因为大家拢想足好吼、哦。啊，有一个就是讲，今仔大家拢因为咱个。一寡优缺点拢是咱明老师甲白老师直接讲了啊！我来教大家安怎用声，教大家用歌感好，好好来。咱要唱一条歌，会记先听原唱的，看原唱安怎唱，音的音准。今仔我所听的人吼，几乎音准很多没有到位啊！为什么很多没有到位？甲讲话有关系。来讲台语，我哦，都查都这样，我得过啊，啊无走出来，另外音都无到位，音准就没有到位，这是这是重点的哦。我讲真的哦，要甲恁教，啊，咱咧唱歌用咱的声，咱咧讲话的声唱歌就好，上轻松的。我无计较你的过去，有轻松无？有好听无？唱歌音尾足重要，啥物音尾？每一句个音尾爱收会水，啊要哪收？大细声个收着，啊要哪控制？我啊，甲控制水就好啊。有诶吼，拢收袂到，我拢到遮拢飘会飘会飘一飘，囡仔听足侪拢是安尼。所以讲唱歌一定爱先教咱个歌练好熟，毋好哪谈到咱闽老师讲个，比如一首歌我刚刚听到，哇、哦，这首歌蛮好听的，我就要起来比赛，你绝对比无分数。为什么你连袂识？坦率咱白老师讲个，我一条我唱八年、唱十年，我其实我来比赛，我到尾唱唔到都无法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足识，对无？所以歌练好识，听好，足济所在，足济有在有诶，拢会。咱讲一下，拢会去假咬啦。我要甲这音唱到遮，要唱到遮，啊，不过这音是唔对个，足济拢是唔对个。所以恁爱听甲，阮唱听好清楚，再来学唱，再来讲这条歌要哪去学开口。唱歌声上重要，啥有这感情？你敢知？唱歌啥有这感情？你敢知？可能啊，咱两位老师前辈知影尔，咱拢唔知啥有这感情。声，咱的声就是感情。为啥讲声感情？咱听着就是声嘛，叫声音。
啊，为什么咱是合作声音？咱咧，你我即卖声，我你敢要听？我你敢要听？吼，所以叫做声音。啊，第二项在学技巧，有什么技巧？像我爱有技巧的，有技巧，爱有开口。所谓的感情，就阮咧讲的讲开口。我今仔做我是感情，拢假。我无得落过来做感情啊吧，无可能安尼。所以咱唱歌一定要有层次，达到去加迄个层次，即才合作合作唱歌。啊，丁老师甲恁教，免咧用声，家己当去发一个音咧。啊，有法度即无？有法度？啊，动好调。啊，动好调。这声有在北无？种，咱咧唱歌用丹田。你看那鸡骨啊吼，那气球，你啊喷到足大空，时间够够无？有吼，来，我讲较久个，我跟人。那气球，你看喷到真饱，喷到当大粒个当下，你个爱放我开，个爱开个放我开，什么？呜！低头看就无去啊。这个就是气，就是气球。那个开出来不多只，或者腹式呼吸法。啊，随个做阿巴多只，啊，甲出声，伊就动荡才开始出声，出甲你无声，一阵就消入去啊。这是基本功夫，这上界基本的了，这毋是叫做真正唱歌基本功夫哦。基本功夫你，那唱歌基本功夫就怎？你要甲这条歌变来诠释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基本功夫。免甲声控制得位，这才是基本功夫。所以讲唱歌毋是讲做练丹田和练巴肚，这是基本功夫，这个最基本的基本功夫，这上界低级别，咁个上歹人就是这。啊，个啥？现在大些声。咱嘞，梅老师伫电视上，你看伊咧唱歌，他的声音，你看伊要扭到就扭到头，要甲收到这头，收到这头。我所以讲，这就是伊人真正是用心开始咧练，开始伊自要学唱歌开始练，所练来。我问一下，来，我甲恁大家考一下，看咱年龄。恁讲丢掉，咱嘞第一安怎讲？丢掉有足侪讲法咯。我感觉年龄有够老个。电闸还来有无？单调阁有无？啊？黑色嘛有吼，啊个个黑角对无？所以讲台语很多足侪讲法的，所以咱唱台语歌嘛有足侪讲法的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嘛有足侪腔口，海口腔、话腔、台腔，但是咱要唱一条歌，当下咱就爱去唱，把咱的腔口啊，甲唱到有迄个味道，迄个韵味，安带水，对无？所以讲唱歌，我甲恁教较轻松唱歌。起来，唔好着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那是多余的。咱家己有声人唱歌，这是最轻松的。声也免足出力。我看到很多人很用力，啊，我唱歌的层次，哦，我愈唱愈大声，愈唱愈大声，愈唱愈大声。我伫下边听啊，足艰苦。我三个伫下边吊恁眉，为什么你讲吊恁眉？因为你们一直唱，愈来愈大声，愈大声的感觉，那个耳朵吼会受不了。所以唱歌那家的。这个现在声线里面去修，边去杀，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所以你唱歌要控制在哪个点，在哪个点，这是上重要的。有诶唱落袂歹哦，今仔日足可惜诶，我足可惜诶。伊今仔我变诶，伊做咧第一名。伊咱这今仔，那唱歌比赛，我们不是在服装比赛，也不是在舞台比赛，不是，因为我们这是歌唱比赛。所以我注重以上，我甲明老师注重较无共款，伊注重表演，我注重是听歌。伊咱是唱歌比赛，就有唱歌比赛的规则，哦对吧？啊，所以讲我一定抓，我一定抓足严的，音准节奏，你们的恁的声会用在哪个点？我抓较严，所以较歹说大家。啊，因咱大家拢已经入决赛嘛，拢是较高手、较高手啊。所以我听讲这条歌上练较实，上唱较好。唱一首吗 ？OK。那是晚宴。好，晚宴来。今天上届无彩的，咱来庆贺。许胜珠小姐，她唱的真棒，太棒了！我就写一个字，太棒了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可一出锤，啊，出锤我多，我嘛是要分手，为什么？因为别人的音准无到遐破音的，我嘛是讲我要分手，所以我嘛有讲我要分手。我为什么讲话？那真的太棒了！我讲真呢，那伊真正是，我讲真呢，有一个职业水准的一种歌手了。那那两从那美老师，他从下课就吓一跳了，那个张力、那个口气真的很棒。所以一些话烧声啊，可是他的一些唱歌的口气真的很，我有感受到，我有感动到一些唱歌这个感觉。唱歌真的是要爱用心的唱歌，谢谢。啊，你大概练习一下，等下练呢。各位，赶紧解方式。你如果不会用气的话，跟老师一样，把这边用力就好了，把气吐出去，然后挤到没气的时候，肚子一直消进去，不多。那个，
撑着可能动外久啊，弄到尾啊，腹肚缩入去，你要穿几双腹肚只，要穿到遮，放轻松哦，足长穿袂着，啊，长甲练看卖。啊，如果若阁穿袂着，你暗时爱困的时阵倒咧，摸白个腹肚，看咧穿几条，绝对拢是一定会穿几个，穿伫穿到腹肚的，相信我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先介绍，我们有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接下来会有五位优胜，五位优胜，五位优胜。我们其实五位优胜就是四五六七八啦，哈，我们直接排名了哈。哎，我被改立功，我来自亿万区。对了，好，第八名一五区民凤会蔡慧茹在哪里？我们来前面，等一下一起拍照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哦，脱了哦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第七名一兔区恒春会陈明发，我们请上台。等一下，我们跟评审老师跟议长一起来拍照。接下来我们的第六名一五区忠孝会曾泽和，对对，哦，你还对哦，哎，哦，你本来有造型第四名啦，我想讲唔免开遮侪钱。冷清了，你没你啦，喝啦喝啦喝啦。其实，好，我等一下再加码好了。我看很多人都没中，我刚刚做可怜。好来，你是第几啊？你左右排，哎，等一下一二三会排中间。好来，接下来我们你第几名？我在。你第六。好，第六。这边来介绍第五名，一三区举光会叶翔，请上台。第五，你要站旁边一点啦。把你讲我中风，够有一二三嘞，你好来徛边啊，左右啊，哎呀，左右复活起来。好，来介绍第四名，来自我们访帮聊了哈，杨胜凯，唯一一位最远的吧。好，来上台，好来徛这边。接下来要介绍前三名哈，跟你们心目中的有没有一样啊？哎，好，介绍第三名，来自我们一兔区恒春会陈建义，请上台。啊，是等的啊！好，我刚才有讲过，这些人如果不在现场，我们直接把名次往上推。好，一告爹，等一下，嘿，好，恒春会，恒春来两个，拢掉两个，我要拉对起我亿万区的所有同胞们，所以由这边可以证明，三位评审是公平的。啊，第二名来自伊士利区爱马仕会叶乃凤师姐，对对。好，来上台，他唱得也不错。他上次问我说，为什么没有 po 他的照片？伊的笑，心花开滴滴摇滴滴摇，我对滴滴摇滴滴摇，所以我就不给你翕相啊。所以全部的那个都有照片，就你没有。好，来介绍第一名好不好？第一名你们感觉会来自哪一区？一万哦，我跟你讲，一三区的总监袂使照，加拢一三区的，我真正。一三一个两个三个四，好，介绍第一名来自一三区百合会黄芷云，请上台。你到点名，你现在在瓦沙，哦，你瓦沙哈，好来上台哦。哎，第一名就对了啊，上台。人水歌笑了嘛，好，安尼要安怎？招天际，好来，我们邀请议长请上台，三位评审请上台，个人开始要请 A 啊。好，来，请上台，先拍一张合影，啊，哦，这个是记录性，等一下晚会要颁奖，哈，哦，来，再等一秒，好，来，三位评审老师辛苦您哦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在左手边好了啊，右手边长官，你第一名嘛，啊，第二名上，好来，第二名上啊，好来，过去一边，哦，好，第一名、第二名啊，议长来这里，你第几名？来，第三名是陈建义啊。阿德利亚，还叫阿鬼，你得姓名。好，阿来好，来议长、评审老师还有我，来评审老师来，三位，来跟阿鬼去，那边需要一哦，好，差不多。然后我们要请造型奖，造型两位，因为一个在台上了。造型奖，来我们七号，我们的造型奖是我们的许顺珠嘛，还有李东章，哎，跟谁东？东章，好来，好一起上来。本来是有两位，然后多一位，这个多的嘛是多的啦，
伊就得奖啊，对啊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拍一个合影，一定要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，他们一定是很辛苦的付出，能成功没有一步的，他们一定很用心，我们再次给前面的掌声，我们来，3001复合区按一个赞，好不好？来，3001复合区，赞。